YouTube 朋友大家好，我是 Danny， 欢迎收看 Dan Man 826频道。今天终于又来到香港国际机场，终于可以出发去旅行了。大家都估了很久，今天会去哪里呢？答案就是今天会飞新加坡的。现在就去看看， Let's go！check 完 in 之後咧，我哋啱啱行過機場啦。今日就係十月一號，而家大概係11:00-12:00之前啦。咁其實都算有人喎，即係比我之前見到啲畫像咧多咗人，同埋嗰塊水牌裏邊咧嘅航班都多咗。我諗相信0+3之後咧，真係啲班次多咗，因為真係多咗人出外旅行啊嘛。雖然機場嘅人流係多咗啊，但係好多商鋪都已經結束咗營業。睇落去都仍然系几冷清，好多飞机航班嘅 check in 柜台咧都好多人排队啊！见到好多人都系带住兴奋同埋期待嘅心情去坐飞机。入闸啦，入闸啦，有啲肚饿啊！而家入到去咧，要去个 lounge 度食嘢先。Let's go。入到嚟係 Plaza Premium Lounge 啦，因為我嘅信用卡咧可以有免費入嚟呢個 lounge 嘅。咁佢同以前真係爭咗好遠，因為以前咧係布菲形式咧去攞嘢食嘅。咁而家全部用呢個 QR code 嚟點餐，我就點咗個魚蛋粉，有個腸粉添。但係飲品選擇比以前少啊，佢冇汽水嘅，淨係得個蘇打水同埋橙汁、蘋果汁。咁啊，呢個就係而家3年後再嚟個 lounge 嘅有啲嘅唔同嘅分別啊。肚餓啦，食個魚蛋粉出現。呢度嘅魚蛋粉嘅湯底真係幾好嘅，佢應該係魚湯嘅白色，同埋個 XO 醬咧好正，真係呢個可以食兩碗。因為而家仲有啲時間先上飛機，而家搞掂曬入嚟咧，都係12:30到，班機開2:30啊。咁我而家食咗 lunch 先。佢除咗有魚蛋粉食咧，仲有呢個炒蛋配雞肉香腸多士、南瓜粥配蒸腸粉、意大利雜菜湯、日式牛肉飯、吞拿魚意粉、美式熱狗同埋印度蔬菜咖喱8款嘅選擇嘅，全部都用 QR code 嚟到揀。哇！好多觀眾朋友咧過今次嘅旅行咧去日本嘅，但係今次我就選擇咗去新加坡，原因就係我8月咧預訂呢個旅程嘅時候咧，當時咧日本仲未開放自由行嘅，咁所以就 book 咗去新加坡，下一次咧嘅 trip 咧先至去日本。咁今次去到新加坡咧，已經預備咗好多豐富嘅行程啊、食嘢啊、酒店同大家分享噶啦，又會聖淘沙島住2晚啦，喺上面玩好多唔同嘅嘢啊，又去環球片場啦。又預訂咗入住新加坡嘅 Icon 酒店，好有歷史嘅富麗敦酒店啊，有一個香港旅客嘅 promotion 嘅 package 又 book 咗咧，又包埋食啊，包埋自助早餐咁樣。咁另外咧都會食當地嘅美食啦，當然海南雞飯啦、肉骨茶啊、沙爹啊，去一啲唔同嘅大排檔同大家分享。所以記住唔好錯過影片啊！記得撳埋訂閱同埋個鐘仔啊，因為鐘仔好緊要嘅，咁你就唔會 miss 咗我出嘅片啦。今日去新加坡咧，就係搭呢個 SQ 星航啊！我8月 book 機票嘅時候咧，星航就係3800幾蚊，但如果想坐國泰咧，就要6200，咁所以選擇坐星航啦。都好耐未試過坐新加坡航空公司啦。
我哋出發前三日收到 email 咧，話可以俾$900 upgrade 去坐呢個特選經濟艙啊，咁我就俾咗錢啦。咁今日嚟到 check in 咧，真係好快手喎，因為有個特別嘅line 係播嗰個 check in 啦，另外又有 priority luggage 啦，啲人上機又會快啲啦，落機攞行李又快啲咁樣啦。咁上到飛機嗰陣，再同大家分享下啲飛機餐，都好似同經濟艙有少少唔同嘅，多咗個頭盤嘅。去旅行又有新背囊用就真係正啦！呢個背囊咧可以放曬我唔同嘅攝影器材啦，又可以放埋我部 MacBook 落去啊，裝載咧非常之好啊，同埋又夠時尚咧，真係好多謝 Neo Smart 今次贊助呢個背囊。Dan Man 826的观众朋友，现在在 Neo Smart 的网页购物还可以享有独家的八折优惠。我已经将这个优惠码放在影片的资讯栏和留言区的顶部，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参考。今日乘坐的班机是 A350-900 型号，有24个特选经济舱的座位。座位真的很阔落，以我的6尺身高，伸直只脚都没问题。电视都比经济舱大部少少，看内看得舒服一点。另外座椅上都有个控制器，去控制机上的娱乐设施。特选经济舱的飞机餐是比经济舱多了一份头盘，同埋主菜份量是大少少嘅。头盘是鸡胸肉配呢个咖喱的椰菜花沙律，味道都不错。主菜有三款选择，分别是鸡、牛肉同埋鱼。摄影师小帮手吃的是鸡肉配薯蓉，他说吃下去啲鸡肉都 OK。我揀呢份咧系豉汁牛肉配呢个炒饭，我就觉得味道唔错，同埋炒饭炒得粒粒分明，唔知系咪太耐冇食飞机餐咧，俾我食清啊！不过呢个甜品嘅蛋糕咧实在太甜啦。On behalf of Captain Song and all the crew, thank you for choosing Singapore Airlines and we hope to see you again very soon. Captain crew, please prepare movement. Bye bye.拜拜，拜拜 ，thank you， 谢谢你，拜拜 ，thank you， 拜拜。咁啊，而家出去过 immigration 攞行李，而家系6:30，睇下需要几耐时间出去先。现时嘅规例咧，要喺上机之前两日喺网上做咗一张 Singapore Arrival Card。咁入境咧就非常之方便啦。落飞机之后唔使半个钟头已经攞到行李，跟住上的士去酒店。头两晚入住嘅酒店系 Genting Hotel Jurong。哇！一落機咧就嚟食 Hot Car Center 啦，有一啲朋友咧就同我嚟咗啲叫做 Chom 嘅 Hot Car Center 食嘢，而家都好肚餓啦，咁佢哋就出咗去叫嘢食，咁啊，過嚟 say 個 hi 啊，有小朋友噶 Charlie， 呢個 Charlie 啊，肥仔啊，咁啊，呢個係我4年冇見嘅新加坡嘅朋友啊 ，say hello 啊 ，hello。
哇！你叫咗好多嘢食啊，有炒桂雕、烧鸡翼、沙爹、蚝仔煎蛋、沙爹米粉，仲有烧魔鬼鱼啊！我哋每样都觉得好好食。不过啲本地人朋友就话呢啲只系普普通通啊，都未算系最好。我想今次呢个 trip 都会再同大家分享啲唔同嘅 podcast center 啊。今晚就嚟咗呢个叫 Chom Chom， 同大家睇下先，简短咁介绍下啦。因为而家真系好忙，同啲朋友一齐食。The next day， 哇！琴晚啊，食完呢个大排档宵夜翻嚟咧，都好夜啦，所以都冇同大家介绍呢间房间啊。今日咧就系住喺呢个叫做 Genting Hotel Jerome， 佢就唔系喺市区，亦都比较距离机场远啲嘅，大概要25分钟嘅的士啊。琴晚我哋搭嚟嘅时候要用咗45蚊波子嘅。咁呢个佢喺 Jerome East 嘅一个地铁站行过嚟嘅，喺东区嘅。咁選擇呢個原因就係咧，因為呢兩日咧仲有呢個 F1 Formula 賽車喺 downtown 啊，比較貴嘅嗰度啲酒店，今晚呢個都唔平噶，都要差唔多接近1000蚊，可能平時咧仲要平啲嘅。咁我簡單同大家做個 room tour 啦。房間嘅 size 咧真係算比較細嘅，一眼可以睇曬。房里面冇衣柜嘅，有挂衫嘅地方，同埋可以有个地方俾你摆行李。床嘅旁边有一张书台仔，而床头上面都提供咗两个 USB 嘅插头嘅，有热水壶，有即冲咖啡、茶包同埋盒装嘅水。洗手间同埋浴室都系简简单单啦，有一个淋浴间。酒店房间虽然系细，但整体嚟讲都系算干净企理。哇！今次嚟新加坡咧，总共11日啦，所以今日第二日咧都唔会太过扯啦，hea地咁周围附近行下，唔会拍咁多片俾大家睇啦。不过听日 check out 呢间酒店之后咧，就会搬去另一间酒店，就系新加坡嘅 Fullerton 酒店啊，喺 downtown 咧近住只狮子啊，有条河度啊，好正嘅。咁到时再同大家拍片分享咧。今日呢条片咧就嚟到呢度啦，咁记得俾个 like 同埋 share 到边啲朋友、哦，仲未订阅我 Dan Man 826嘅话咧，记得揿埋个订阅同埋钟仔啊，揿钟仔好紧要噶，你就唔会错过我啲影片啦。仲可以 follow 埋我 Facebook、IG， 啲特别优惠资讯、生活点滴，可同大家分享。下条片再见啦，拜拜。